上面有神兽呢。哦，你看，你看那个正中央的字是“显圣道场”小篆呢，然后右边“贤观”，那左边“圣意”，那最左边3600圣，三六，右边48000贤，四八，3600圣，48000贤呢，这是显圣道场，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